呢，得知铃芽之旅在中国呢，也能够请到非常优秀的、大家喜爱的音乐人，谁呀？对的，那么在刚刚过去的第46届日本电影学院奖中，这个影片也是斩获了最佳配乐奖。铃芽之旅呢，在中国就请到了大家非常喜爱的音乐人周深，由他来演唱电影同名的中文主题曲。这首歌非常的精彩，周深空灵而干净的嗓音呢，也与勇敢坚毅的女主铃芽和影片温馨治愈的调性非常的契合。前几天这个歌曲的 MV 已经发布了，大家看了吗？非常的火爆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当然也就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周深，在中国首次现场为大家演唱铃芽之旅的中文主题曲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静下心来，共同聆听这个撼动心灵的天籁之音，有请周深。说一世你一世我
谢谢。